首 Ed Sheeran 的歌曲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那首歌叫做《Shape of You》。那他怎么了？大家都跌倒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也是这一首，然后结果你讲完之后，大家都跌倒。不是，我想说，如果是以歌单上面的为主的话，那就是要唱歌单上的歌、啊。不是，那、啊、你重点是你跑那么大。哦哦哦哦哦哦，大家都跌倒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师们，我的那个思考逻辑还在很奇怪的前面这样子，哈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就直接把它关起来了，好好好。